吃夜宵了，你俩吃不吃？嗯，吃。这老香了。好吃吧？玩游戏走火入魔了，这么香的饭菜居然不吃。今天吃饭挺痛快，老姐姐很欣慰。真香！吃饭了，老南。啊。滚！吃个饭，挑三拣四。
嗯，我也是。炒了他最爱吃的青炒白菜。我就闻味都不行啊。假装没看见。过来有菜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Hello， 吃饭了，老南。老南减肥第二天。动作真麻溜，一看就是惯犯。我的饭凉了就不好吃了，一会儿再收拾你。今天肉没少吃啊，一会上院里跑一百圈啊，慢慢洗了。快点跑得这么慢，哎呦我的妈，今天也是减肥成功的一天，今天是遭罪的一天。吃饭了老南啊，去拿个盘子，没有盘子。
还完呢，又在逼我出手。闻着都呛得慌。